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大比丘三卷我已经啊有上下两卷啊，它是里面有一条一条的条目啊，这个三千我已算起来啊，不但是不到三千呐、两千也没有，我全程去算过的，里面一条一条分得清楚的一共有1163条，有些只有名相但是没有详细条目的有430，合并起来呀、大比丘三千微仪经里面可以算得出来的只有1593条，1593是啊，根本就不到2000啊，何况是三千呢？关于这个三千微仪呀，一般名相就是这个法术里面有这个名相，他把这个三千威仪说成真正有三千，怎么说呢？他按照比丘的250件配合人的四威仪，行住坐卧，他说行有250，住也250，坐也250，卧睡卧也250，行住坐卧是位于刚好1000，刚好1000，再配合过去1000，现在1000，未来1000，配合3次，刚好3000，这样子配合起来叫做三千位于，名相上好像是年然有3000了，对不对呢？近代有一位首培法师，他著一部《楞严经妙心书》，他那个妙心书里面对于这个三千威仪的配法啊，他不以为然，认为这个不合理。怎么不合理呢？250戒比丘戒250五边七趣里面，这些戒法有些啊是站住犯的，有些是坐住犯的，有些是睡卧时犯的，有些是走路犯的，它只有一种啊，顶多是两种，四威仪里面顶多是两种，不可能每一条戒都具备四威仪呀。例如吃饭嘛，吃饭的戒相里面啊，这个众学法里面有一条说不得大团饭吃，吃饭的时候印度人都是用手抓的，用手抓饭，不像我们用筷子了，他们用手抓饭吃啊，太大了嘴里装不下啊，这样子啊很不威仪，是不可以大团饭吃，这个顶多是能坐住坐啊。有人边走路边吃饭吗？工人可能有啊，出家人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他都要坐在下来坐着吃的，站住上街不可能啊，躺下来睡着吃饭更是不可能，除掉生病啊，生病不能坐，躺在床上不得已，那个情况也许是有啊，可是不可能啊，在正常的时候躺下来吃饭，有这么懒惰的人吗？啊，懒得坐着吃饭还躺下来吃饭，有这种事吗？不可能有。像这类威仪只有坐着有，行不可能有，立也少有，
躺下来除掉三病也不可能有。他说这样子配合行住坐卧四位仪而说成一天不合理呀、啊、以事实不符。所以他在注解里面说，这个所谓三千为仪呀、啊、这是一个事项条目，没有实境，没有实在的这种的境界，就是没有实事了啊。只是说出家人的为仪啊，讲到细的地方有三千那么多耶，但是就是三千为仪经也没有三千呐、啊，何况是二百五十戒里面要具备三千，应当是不是这样子。我对于他这个说法我很难认同，是有道理，不过在这个法术里面把它编成有这么三千也有它的意义了啊。有没有这回事，说成三千有这个数目字就对了啊。这只是显示出家的唯一很细，八万更细咯，八万细行。那么这个八万细行就是八万四千呐、啊，略掉四千呐、啊，八万四千很细的这个细行。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是细行，那么要怎么样子去分配呢？也有它的分配法，还是一样的，将把那个二百五十件啊，配合行住坐卧就是一千，那么这个不配三世。配三句境界，菩萨界里面呢有三句境界，第一是舍利一界，第二舍善法界，第三饶益有情界。它配合这三界，配合这比这个菩萨界里面的这个三种界叫做三句境界啊。行住坐卧合并起来一千，三句境界里面舍利一界一千，摄善法界一千，饶益有情界一千，那么这样就正好三千了。这三千啊、再配合身口七支的造业，身会造三道淫，口恶口两舌妄言其语，他说啊、善也有三千，道三千，乃至妄言其余各有三千，三七二十一，七支，三七二十一，不就两万一千了吗？两万一千再配合多贪、多嗔、多痴等分，各个有二万一千，就八万四千了，这样就八万四千了。多贪两万一千，多嗔两万一千，多吃两万一千，贪嗔痴等份差不多的等份两万一千，这个四样配合起来，这样正好又是八万四千，啊，这是名相上。如果你有教圣法术，啊，教圣法术里面最后条目最多的就是八万四千，里面有八万四千尘劳，八万四千烦恼，八万四千法门。都有这个名相的配合啊。他这个配合八万四千这个细行的唯一好像蛮有道理的嘛，可是事实也不如此，跟前面三千唯一的说法相同。所以这个守培法师的注解里面对于这个八万细行的看法，他也是说这只是一个数目字，显示出家人的细行很多，多到八万，并不是真正有这么一个条目，一条一条可以算得出来，那应当是没有这回事。这个情况跟三千唯一相同，啊，这里只是说到，由波离持戒呀、啊，不但是把二百五十戒持得清净，而且对于这个三千唯一、八万唯系的细行、信业者遮业，通通都能持得清清净净。不会有丝毫的违反啊，是这么细说明他实践的清净情况啊。不过这个戒相啊，所谓二百五十只有四分力
才刚好二百五十啊，其他不一定哎。例如翻成中文的这个旧的律部里面，除掉四分律，还有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伽律。那么这三部戒律，它里面的比丘戒就不是刚好二百五十，都有一个差数啊。如果细算的话，各个有它的一定的数目字，但是它彼此有不同的地方，细的戒法有些地方是两三条合为一条，有些地方一条分成两三条，所以这个数目字也不能确定的啊。只有四分律刚好二百五十，而且这个只约比丘戒，比丘尼戒就不是如此了。所以因此这个戒相多少啊，实际上不能确定它的数目字啊。所以这个三千八万也不是确定的数目字，只是说很多很多啊，比丘戒的威仪很多很多啊。所以出家人很讲究威仪，威仪清净庄严，人一看到会生恭敬心。我出家没有多久，民国三十八年的年底吧，我第一次见到忏元法师啊。忏元法师的威仪很自然的，不是照做的，他那个一举一动的样子就是很庄严，俨然是行住坐视威仪的代表。我非常的尊敬他，觉得这个人的威仪啊不用造作，自然而然就有这么细的威仪。所以我生平看到出家人的威仪最庄严的，我认为我见到的就是忏元法师。忏元法师现在在水里呀，已经八十几岁了，年纪很大。那个时候我见到他，他才三十几岁啊，他的威仪非常非常的庄严，很自然的，不是说怎么样是造作出来的，造作也造不出来啊，很自然。所以这是他自然的威仪，应当这种人呢、啊、就是多生出家，出家的威仪他非常清楚，非常庄严。除了这一位忏元法师之外，其次我看到的就是续祥法师，我石头山传戒的时候的二师父续祥法师，他的威仪也是很自然的，也是非常庄严。那么出家人的样子啊，一看就可以看出他那个端严的身相，让人生起恭敬心啊。那么其他不是没有了，就没有这两位这么啊，殊胜啊。所以这个威仪很自然的让人看到升起恭敬心。出家人如果威仪好，那么平常人一看就是不信佛的，看到也会升起这个尊敬之心啊。他把这些都能持好啊，细节清净，身心寂灭，戒持好了，身也安定，心也静得下来。所以寂灭就是烦恼消除了，由此啊，由持戒破除见思惑，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的烦恼，由此整个断掉啊，就是证到寂灭的境界，就是成阿罗汉，证阿罗汉果啊。由不离是由持戒而证到阿罗汉果的，因此之故，他啊。以持戒在佛弟子当中就是持戒第一，佛赞叹他为持戒第一的比丘啊。所以接下去这个优波利自己说，我是如来众中纲纪纲领导人，戒律里面他是领导的，纪是纪律，佛法里面的纪律，出家的这个纪律最庄严就是他。因此啊，佛亲近我心，持戒修身呐、啊，重推为上。无论是持戒，无论是修心，在身身方面，他是做的最好的，是重推为上。大众之中，大家都尊敬他，认为啥？他是持戒第一。佛问圆通，
我与子孙生得自在，彻底执行心的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视为第一。佛问我怎么证到圆通吗？我是第一步先执这个身体，执就是守法，保守，不是执着，保守。按照他的持的戒法，如法持好，先把身持清净，就身得自在。然后彻底执心，心的心地清净啊。那么细最细的心动也叫做犯戒的那个菩萨戒，他也能够持得最清净。这彻底由身治好了，就止心保守心地清净，那么心也就究竟通达，通达了就是烦恼断除了，然后身心一切通力，身通力心通力一切通力。那么我认为这样子证阿罗汉果，成就出世间的这个功德，最为第一，这思维第一。这是尤波离认为他有持戒啊，能够从身世转过来成为清净庄严的这个持戒修身的人啊，由此断烦恼了生死，他认为最第一。持戒清净，由此成为最第一的持戒啊，持戒圆通，这是尤波离啊。那么尤波离的持戒圆通文字上就说到这里啊，接下去就是啊目犍连的这个意识圆通。刚才说到持戒，这个持戒圆通，尤波离尊者持戒圆通到最后，他说明他的持戒的方式啊，他讲得非常的确实，说我以直身身的自在，彻底直心心的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他这几句话呀，就是教我们学习持戒的下手功夫，不要囫囵吞枣的看过去啊。持戒第一步就要先学习呀，保守这个身体，不去违反三道因啊。例如说，假如你不持戒的话，吃众生肉，看到这个动物啊，平常你有吃它的肉的习惯，哎，那你看到了心就动念，哟，这个鸡那么肥，这个鸭子那么肥，哦，或者是这个鱼呀、有多好多好啊，这点煎饼在瓦和鸡啊，心里动这个念头，动这个念头，如果你不持戒持戒的话，很可能就去杀生了。现在你已经受了戒了啊，心里虽然过去的习气动了这个念头，他马上回心一想，哎，不对呀，我已经受了不杀生戒，我怎么可以去吃众生肉呢？再好吃也不能再吃，我们要受持佛戒，否则的话将来要堕落。这个念头一转过来，就不会去造杀生的业。这是止身，先从身受持好，不去做违反佛制的事情。例如偷盗吗？有一种人，他有顺手牵羊的习惯，到人家这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只要一有空当有机会，他就会顺手牵羊，偷了一两件小东西。有这个习气，如果你不改的话，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有一天被人发现了，那就要问题大了。那么你受了戒，过去总然有这种习惯，可是正在动念的时候马上转过来，哎，我受佛的戒呀，我不偷盗，戒法里面规定不可以偷盗，我怎么可以动这个念头啊？偷盗就是犯戒，犯戒将来有堕落。那么因此之故，他就可以呀把心转过来，不去做这个偷盗的事情，那么身就能够受持好，
免至犯了偷盗。啊，淫，以在家居士来说，假如在家居士个个都能收持五戒，尤其第三的不邪淫，他能受持不邪淫的话，家庭会最圆满，就不愁啊外边会有所益，纵然有外他也不敢益。为什么？持戒呀，啊不能犯邪淫呐、啊。家里夫妇是正常的、合法的，没有过犯。那么如果外边再遇的话，那是邪淫，有过啊。如果你持不邪淫戒，你就不会发生这个外边有所益的情况，逢性也不会抛出墙啊。所以这个佛戒帮助世间太大了。只要你真正能够好好的持戒，在家居士能够保持这一条件，他的家庭必定最温暖、最好、最调和，不会有问题啊。所以因此之故啊，佛戒对世间实在帮助太大。而出家人纵然有这个念头，他也不敢再继续动下去。为什么？持戒不能有所违犯，违犯了就要堕落。由此之故啊，他就能够保持他的身啊，不至于违犯。这是第一，我以止身先直身，身子好了，身的自在，练成习惯了以后，他不会打这个妄想，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做啊，不能做他还动什么的妄念啊，动这个念头没有用啊、哦、所以慢慢这个妄念就没有了。心里没有这个念头，那么彻底止心，心就得到自在啊、哦、这个止心啊，进一步说菩萨戒很细，动念头也会犯戒。所以涅槃经，大般涅槃经里面说，行菩萨道的人，如果隔壁房间有一个女众，她有声音啊，那你听到了，如果动念的话也就犯戒，动念就犯戒，不要等到去造作。所以菩萨戒讲到细啊，起三道淫念，心里动了这个念头就是犯戒，这是最细的了。所以彻底止心，那么心的通达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心念不能动，这类妄念不能动，动了就是违犯。菩萨戒最细的地方是如此，不能动念，念头动就是违犯。不过这个必定是大菩萨才能做到的，初学凡夫要他完全不动念是难的，也不可能的。那么动念能够挽回过来就算好的了。如果是大菩萨，他不会动念啊，因为他知道念一动就是违犯，所以直心不让他动坏念头。那么由此久而久之，心里就已经成为啊自然的情况，不会取这些妄念，那么心就通达了啊。所谓通达，通于无上菩提道的啊，这个菩提道路啊，都能够一直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中间不会有所阻碍，不违犯就不会有阻碍，所以心得通达。由此之故，然后身心一切通力，啊，从此之后身也通力，心也通力，这个道理呀、啊，等到后边四种清净明慧还会说得更清楚。就在第六卷啊，这个二十五圆通说完选圆通之后啊，阿难再请问，那么佛说这个四种清净明慧那个地方还有详细的对这个持戒的道理的说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平常说戒定慧三摩罗学，有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摩罗学。这个就在后文第六卷的四种清净明慧之前啊。持戒清净才能
啊，成就这个定功，禅定成就了才会开发智慧，智慧开了才能断烦恼，才能了生死。那么应当是由戒又要由定，由定才能开发智慧而断烦恼。那么尤伯利为什么他当持戒就断烦恼呢？应当要知道前面那个清观，那个清随，那个清见，这就是他的修观，这个修观就是定。所以他这里持戒呀，戒中有定，既然戒中有定啊，就能开发智慧，就能断烦恼。因为他已经到了这个身心一切通地，如果没有定，心还能通地吗？有定才能通地，既能通地就能开发智慧，就能断烦恼。所以尤伯利虽然名为持戒圆通，实际上他在戒里面有定，戒里面有定，而定中就会开发智慧，由此就能断烦恼。他不是单持戒而已呀。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4月30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八关斋戒护生暨慈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下午1点半佛学讲座，讲题顶戴弥陀随缘复感，恭请天宽法师主讲，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法会敬请佩戴口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中山书坊陈真义工。